啊，你这招溜啊，把丢人的感觉降到最低，让一个小姑娘出来背锅，你不光彩，但是很出彩啊！我觉得你们，既然这样，那好，输了的我分。唐雪，不要。怎么样，妹子，你玩得起吗？认真的吗？那当然。行，佩服你的勇气，有本事内裤都别穿，十圈。哇！我来。这场比赛我来跟你比，别丢林大的人。我一定会亲自送他去裸奔的。别闹了，你是不是忘了你现在应该听我的话？英雄救美是不是？想太多了。我告诉你，到时候要真是输了，看你怎么收场。唐雪，你有几分把握？放心，不会输的。那你别紧张，我陪着你。看好了啊，李宇冰。